心。你是打算怎么一个拍法呀？有没有初步的打算？我初步的打算有很多。嗯。我想买以后有，以后我的手机拍一下，手机拍不了的话，我就买机位拍。就买摄像机。对，买一下摄像机拍。不对，我现在做，现在做小，马上要做大。就是还是要做大。那准备投多少钱呢？那投一两千块钱吧。今天鸽子哥和鸽子哥的同学来我家串门嘛，想学习一下开直播和今日头条怎么上传视频。不，你这个同学怎么称呼啊？哦，陆云亮。陆云亮。陆云亮，那大陆的陆，白云的云，那个亮剑的亮。为什么想到拍视频呢？想到这个东西，他们有些很多人都喜欢拍视频，我也想拍一点。就拍视频是为了挣钱还是兴趣？兴趣也是挣钱，也是兴趣。你准备拍什么类型的视频呢？现在我拍什么视频？我想拍现代的。现代的。对，拍戏一样的现代戏嘛。哦哦哦。然后以后有钱了，再有钱了，再搞大的，再打大的话，有穿古装的，拍民国的那些。哦哦哦。先拍人家的视频，然后从也是要拍搞笑的，也有拍傻子的视频。拍傻。拍傻子都是买的，有些人看着，哎，跟傻子要钱嘛，要换一样的嘛。哦那种的。段子嘛，就怎么，就大家喜欢什么样，对，就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不错，想法不错。平常不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穿着打扮吗？西装领带都这样。对。但是前期这个拍视频很难挣到钱的。如果我拍个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对，挣个几十、一百多块钱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就是无所谓。对对对。只是一个兴趣爱好。对对对。那就干吧。我拍这个视频也是赚钱，也要上班也是赚钱，我也不缺钱，准备今年。今年准备买轿车，买轿车。对，今年必须买轿车。轿车买来一之后，娶个老婆也行，都是谁考驾照无所谓的。那现在有女朋友没有啊？没有。是自己不想处，还是因为工作原因，然后没有时间处？工作原因吧，工作原因。每天的工作原因，晚上让女孩子聊了一会儿，她就不聊了，她就不合适了。嗯。后来我先忙事业嘛。先忙事业吧，我今年都是忙事业，事业成功之后再想。我以前的想法也是这样，到现在我就还是单身。